起床！你有办法重新拉远？怎么样重新拉远？就是从它往上拉。我应该是没办法。有，还是你要，不然你还是从八宝直拉。对啊，我想说，就站高点把我拉。你看重新拉远还是从原来？这样讲应该没事。反正就把它。我是觉得从近拉远看好。哦，你试试啊，就不动啊，这是这个概念吗？来，要来玩，你要表演特技。还好，但不会再增强体型，我只要做够功力就好了。没有，主要是它侧宽的侧边是不是就？你要做很多哎，很多小时。你如果正往上的话就没办法。对啊，我应该被毁了。那这边是不是所有东西就穿了？对啊，你没有办法这么大、啊，你只能这样而已吧。你前后的人可能要再挤一点、啊。就我们画面是宽，不是高。我们再往前一点。第二排不动，第三排帮我往前。那第一排可以往后。我们三个人往。就是桌子往后一点，就是让大家挤一点，哈哈哈，让大家压扁。哦，我的脚要断了啦！好，可以。我还能坐的时候，我要怎么做啊？这個、概念吗？你要什么概念？那如果是左右，有切掉。不能切掉啊！那你就要让大家再更宽啊！要再更宽了。对啊。我们要嘛就更宽，对对对，我觉得更宽吧。好，那就更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再改一下好不好？再更宽一点。我们把左右分开一点，就是中间不动，中间不动，中间不动。我们把桌子往外移一点。横移，左右横移，左右。这个概念呢？我掉。够吗？还是不够宽，对不对？啊，但左边也就只能这样了。可以吗？不然大家都往这边走吧。大边，所有人都往左边。就中心点。所有人中心点变成这里。中心点变成这里是这边。所有人都往左边。所有人都往左边。右边吗？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啊，你们的右边，你们的右边。八宝再过来一点。是吗？好啊，就这样啊。是你要了吗？啊，到最后把左右变，你要他起来是吧？所有人都起来。哦，只有他还在睡。没有，就所有人都是刚睡醒。我本来是，不然我们就物理放大。对，就物理推，物理拉。对，我也只能这样而已啊。我说就软体推，软体拉。哦，可以啊。OK 哈，反正我们没有啦，两个都。我能做我就做、啊，能做就做，对啊。啊，后面你觉得效果不够，我再用，对啊。他说的是之后都不知道整个比较结束，他说不看结束，原本有十分钟没播，然后我们看这边喽，我们现在就是所有人都睡觉，然后我会 cue 你们睡醒，所有人一起睡醒，但你们要演刚睡醒哦。就是你们要演刚睡醒的样子啊，这种。可是你不是要冲去楼下？就用你们的方式，你们的方式，但是要让。那我刚刚不会睡觉怎么办？也可以。要让大家知道你们是刚睡醒哦。好，好，我们先试走一个哦。那所有人都先睡觉哦。好。来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来睡醒。嗯，我是谁？好，看一下。那人睡觉会戴帽子。对啊，那人睡觉会戴帽子。这概念吗？逻辑上是。好，很好。好，来哦，我们再一次哦。啊，我们睡醒不要笑哦，我们是真的就是刚睡醒，所以你刚睡醒不会很开心。要生起床气。可能还会起床气。对，可能还会有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。都你不要午休推我。好来哦，我们再试一次哦，大家睡觉、哦，记得起来之后情绪不要笑哦。好，好来准备哦，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起床。好看，看一下。
等一下哦。这边。啊，不然你要撤吗？撤不完。还有，对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怎么样？说，我左右踩踩得掉啊。就先睡觉，这样睡醒。那就是人，人就踩掉啊。我左右变形嘞。就是人就踩掉啊。我左右变形。你说后面的那个。因为我现在这边有很多很多杂物，避不掉了。如果左右变形，就用想办法保留吧。对啊，不是这样吗？好，好，好。好，设计，我帮你放对联好了、啊，放对联。没有要设计解决。好，那你先剪。有要压框，要给什么素材，我处理。好，好 ，OK 哦，好，好，没问题。下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来，那另外一个，来，大家听一下，同样的位置，所有人都是清醒的，然后八宝是睡觉的，然后呢，八宝这时候会睡醒，然后你们就所有人都看着他，就所有人都有点像是这个人怎么在睡觉这种感觉。哦，被老师发现了。被老师发现了。OK， 好，说可以理解哦。所有人的视线就是盯着他，有点像是那种感觉。好，来，我们试一试好了。所有人现在等于是老师在前面认真上课，你们的想象空间是老师在前面认真。啊，我是老师啊，可能就是我在上课这样子的概念。好，好，我们试跑一次，来，我们你有录吗？有，试一试看看。好，来准备哦，倒数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来，宝宝起床。好，大家都看他。好，看，等一下，再一次哦。怎么你现在是起床，然后你有点啊，你刚刚做了一场梦，这场梦就是你刚刚说的 MV 的内容。你就像是你刚刚上课睡觉嘛，所以你睡醒，然后刚刚是你在梦中唱了一首歌。我们的结尾本来设计是长这样。OK 哈，就然后就这样，好，就只能在同一个地方再跑一次。好，来我们再一次哦。然后大家盯着他看的时候，现在是老师在前面上课，所以你们的状态要感觉像是在上课的状态。OK 哈，好。上课的状态，对，上课的状态哦，是上课，是只有八宝是睡觉的状态，你们是上课的状态。来啊来啊来啊，好来，要准备哦。啊？你的手可能要放正经一点。对对对，上课感觉是上课。好，来来来，那上课都这样吗？好啊，再一次哦。准备哦，倒数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来，宝宝起床。